西医是从果治病，主要以仪器检查结果作为诊疗对象，其特点是擅长治疗急性外伤，也能治疗患处体伤所致之症状。但其最大的问题是老病不分，将身体衰老的异常当成疾病之因或疾病本身，无端地使病人变多。这里要细细的再把西医的问题说一下，好，西医它跟原始点跟中医最大的不一样是什么？它是以仪器检查结果作为主要的诊疗对象。那它最大的特点是什么？擅长治疗急性外伤，这是我对他们的恭维之词，赞叹之词。绝对没有任何讽刺之意，因为确实像我刚刚讲的粉碎性骨折，那都已经断成这样，那也只有他能处理嘛，断掌断肢也只有他能修，哦，这样缝合嘛，哦，所以我对西医发展从国治病的话，确实他对急性外伤，对医学界是贡献最大的，也能治疗患处体伤所致之症状。哎，我这里就不赞叹喽。我说他能治疗，但他的治疗是怎么样？副作用相当大，因为患处体伤真正要从因治病的话，根本治疗是要怎么样？要重用内外热源。恰恰西医没有内外热源，所以简单的讲，他根本是治不好的。但是他有刀子。这刀子太厉害了，你不能说它没有用。比如说盲肠炎、肠粘连，肚子真的胀得很痛的时候，结果它难道不能治吗？可以啊，它手术，这个在我们看法，有时候一天就解决了，你温敷，然后按推就能解决。结果它开刀下去一天也解决了，不用一天几个小时，然后把你的。啊，什么该挖掉的都挖掉了。那脚趾头黑脚阿嬷也是啊，快不快？快啊！他脚趾头黑掉，很痛，24小时。结果他只要把怎么样，整个膝盖砍了，啊，脚趾头还会不会痛？当然不会啦，没有脚趾头还痛哪里呢？所以西医是很厉害的，但是那个厉害却对病人是一个怎么样？惨痛的代价，所以到这里我就不赞同、不赞叹了。这里，而且我认为反而是原始点还是称霸，这里绝对是原始点呢。像很多牛皮癣，我刚刚放的那个根本就是患处体伤嘛，撞的组织受损嘛。那西医当他手术到不能用的时候，那这个病他就只好怎么样，要拖很久了，30年、30年也好不了。只能用西药控制而已，那越吃越重。好，其实最大我最批判的问题就在这里。西医最大什么问题呢？老病不分，真正体内检查出来能称为疾病的只有组织受损，其他检查出来的异常指数，还有各种异常形态。皆非疾病，既非疾病本身，也非疾病之因，但他们都把这些老或病当作疾病，然后全部要处理。也就是只要检查出来的，你就是要处理。哇，这个昨天我也讲过了，就举那个恶性脑瘤，一个头痛去，结果不幸被检查出恶性脑瘤。他索性也不治疗头痛了，就开始处理恶性脑瘤了。处理到最后呢，会是什么结果？你们可想而知，刀子下去再化疗，化疗是毒药哎。你看人已经都生病了，还吃毒药会好，这是不可能的啦，只会加重而已啊。但没有办法，很多人就是不明了，尤其西医已经席卷全球。他们好像老大说了算，没有人敢质疑的。如果今天我不是
一路这样从患者身上点点滴滴做出来，然后原始点的发展是全球性的。现在我在这里跟各位演讲，我告诉各位，现在已经到处很多人都在用原始点救人，那他们好的案例会送到基金会来啊，所以我就看得出来，哇，所以原始点的进展为什么那么快速？因为世界各地寄来的，然后我一路归类啊，一路分析啊，那我就知道问题所在了。所以到这里我说的西医的功过来看哦，你们想它是功大于过还是过大于功？你们自己想想，其实光这一点，光这一点老病不分了，让所有患者只要检查完都七上八下，光这一点绝对是，我认为绝对是过大于功，而且这个影响会影响我们的子子孙孙。我说任何时代的医学从来没有像现代这么糟糕的，没有，从未出现过，然后竟然推翻了以症状为诊疗对象，而只有看仪器检查的结果来作为很武断的，就是说这个是病，然后他们说了就算了，他们也不管疾病原来是要有症状，他们不管这些，你没有症状，你只要给我检查出异常形态，你还是病，你还是要照我的方式来处理。那当然病人就多了，然后他们的病名非常的多。好，所以如果照西医看，他们在新药出来，仪器在更精致，然后能够检查出来的越多，以后新的病名越多，我敢保证病人只会越来越多，不会越来越少，这已经是定论了。好，所以到这里来，我几乎已经认为这个西医应该走到尽头了。如果他不是走到尽头，今天不会有原始点。我太太就是相信西医，到最后，哎，怎么一次手术、两次、三次，然后最后就不起来。在我眼睁睁的看着这样他走，那我太太才四十几岁啊，正年轻力壮啊，不应该走的。然后在安宁疗房待了十个月，然后看过种种的例子。所以我说，只要一个医师有良心的，他面对生死稍微起了一些恻隐之心，他绝对不敢再这样搞下去。就如同我看到我太太这样，然后再看看这些癌症，我就对我过去的反思，为什么我当中医这么久，我竟然很多都不知道。所以最后我还敢当医师吗？我不敢了。最后把原始点研发出来之后，我索性就把诊所关了，然后告诉自己以后就用原始点救人，不要再想从医疗赚一毛钱，我就断了这个念头了。所以为什么原始点会走向公益？我说一定要，不能再商业化，就像医学它商业化，不管你死活，所以明明都没效，他们就反复一次又一次的错啊，没有人敢检讨他们，就变成这样。所以我说，如果你们学原始点啊，要想从中牟利啊，我建议各位改行吧，去当商人赚钱啊。如果要救人的话，才来学原始点。所以原始点未来还是走公益啊，大家不要有怀疑啊，不要说张医师说过啊，可以用这个原始点来赚钱，我从来没有鼓励你们这样说，你们不要再发挥了啊，自我发挥，只要我有什么，好像都说我没有说那些，我说我就是公益，我也做给你们看，我当时候当原始点哦，研究完成的时候，我诊所一关，我还有再回去当医生吗？没有啊。还有再从医生的职业赚过一毛钱吗？也没有啊。这十年来，如果说你说我
从金钱方面损失多少，我损失很多，因为我一个月的薪水非常不错的，在台湾中医师还不错，而且我相信我的患者会很多。如果我是开诊所，我只要今天说我要开诊所，我相信我的诊所一定够客满。然后论件计酬的话，那可丰厚了，我可以为我好几代的下面的赚很多钱来养他们，那绝对没问题。但是我没有啊，我现在很快乐啊，我不需要再想这些了，因为这些对我已经没有什么意义了。所以我从一开始我就觉得医学应该要留一股清流，这个社会大家已经把医学当作是一个发财的地方，然后医生他明明你看有这么好的方法，他们看他们愿意放下很难，我已经太了解了。为什么？他们想一想，他们如果放下，你们之前也没有投资，然后现在懂原始点，然后能救很多人，然后他已经花那么多年了，然后去研究，然后去学习，结果他发现不行的时候，要跟你们一样平起平坐的时候，对他们情何以堪啊。所以我知道他们放不下，所以我寄望于怎么样把这个医学我认为一定是平民化，以后是怎么样，以后医生做不好的来找平民就对了，那这样医学就变成怎么样生活化。所以我里面没有什么医疗，如果你们认真去看我有没有什么侵入性治疗，几乎没有啊，我不破案，我按推也没有把你好像刀子割来割去啊，我也连针拿我都不拿针啊，对吧？我有没有用药物？从来没有，我用的都是日常生活热源电毯远红外线，有没有？然后吃的就姜，你在菜市场就可以买得到，不需要啊。原来从日常生活人身体就可以获得健康，健康不是来自于复杂的医疗方法或高贵的药物啊，这个观念一定要让民众了解。所以很多人说便宜的药好不了，见鬼，都是被洗脑了，你知道吧？姜这种最便宜的反而真的能处理，你看牛皮癣任何医学都处理不好，然后他最后是用什么，都是用姜救起来的，给他姜给他喝，姜给他敷，而结果就好起来了。要钱吗？不需要，姜哪需要多少钱，那整个社会成本绝对可以降低啊！哇，这个社会把这些多余的钱拿来救济这些弱势团体，这个社会不是变得更好吗？所以我觉得到最后如果要把社会改变，我认为正在酝酿，从哪里开始，就从原始点开始。然后原始点你把理说透了，让一个人正常生下来就知道原来生下来医学是要面临的什么生老病死，每个阶段你都要讲清楚，那人活着就自在了嘛。所以这些我认为到这里，我从赞叹他到不赞叹到批判，就是我这样的排列。那接下来进一步再批判西医的，就是他根本没有体伤跟热能。那我们说哦，所有疾病皆因体伤跟热能不足所致，那他的体伤只有患处体伤，他没有他处体伤，那热能不足又没有，那这样所有的病他能治的就只有一个患处体伤，其他就只有用药物控制，控制到什么时候会好，不会好搞好的就是你挂了就好，到最后就变成。所以我们继续来看下面。此外，西医医无他处体伤与热能不足的概念不能从因解除症状，故对于他处体伤所致不适感与功能紊乱之病症，以及显示热能不足之体力虚弱与组织受损之症状，不仅从果治疗难以治愈，
对体力虚弱者还可能危及生命。好，我们哦，这里来说，它没有他素体香会变成什么窘境呢？我们来放一个很简单的病，鸡眼。鸡眼案例，朱先生25岁，青海人，用原始点治好了多年的脚病。朱先生左脚第二根足趾处长了一个硬币大的老茧，疼痛难忍，影响走路，小时候走路总是瘸的。大学时去看医生，医生目诊时鸡眼，做了3次冷冻治疗，冷冻很痛，无效放弃。用过很多治鸡眼的药，如鸡眼膏、大蒜、鸭胆子、高锰酸钾粉末等，大多具有腐蚀性，都是治标不治本，疼痛没有缓解，反而有更严重的趋势。还做 COR 激光手术，烧了一个很深的坑，最后老茧又长了出来，依旧很痛，最后左脚已经变形，甚至有点萎缩。2012年3月做了第二次切除术，病检结果直优，看上去那么不起眼的一个老茧，谁会想到它有这么大的威力。经各类治疗仍然是无效。2012年10月9号第一次接受原始点疗法，志工老师直接给我做了足背部原始点，做完后说，现在你穿上鞋放心走就是了。我穿上鞋走了2圈，确实一点都不痛了，以前冰冷的左脚也开始有温度了，脚底也开始变得好软好软，我的心里如释重负，所有的烦恼瞬间消失。原来整个脚掌着地走路会这么踏实，这么安全。经过5天处理，脚不痛了，老茧也越来越小了，皮肤颜色渐渐变成粉色，甚至可以跑步了。到了第9天，结痂快脱落，痊愈指日可待了。经原始点处理，脚底的老茧越来越小，皮肤颜色渐渐变成粉色，情况愈来愈好。足底前段即将复原，前后9天。好，你们都学过那个原始点3大诊疗方法，我现在再考你们。这一个是重症的举手，认为是重症，没有人啊。那重偏轻的，重偏轻只有2-3个。好，那轻偏重的，哎，就比较多一点。好，轻症的举手。哎，啊，还有不举手啥意思？学到现在糊里糊涂的，还是都睡着了？没有睡着的举手，我看一下。原来没有睡着嘛，那怎么都不敢举手？你看你们连举手都没有这种勇气举哈，我看以后哈对你们还有多大的期待，都是一场空了。举手有这么难吗？好。我们来分析一下哈，它是长在四肢还是长在头身？好，这一点绝对是轻症。它是局部还是多处？而这个也是轻症，但它的痛是频繁还是不频繁？而这个是重症。那也就是两项相同，跟轻症相同，一项不同，是属于什么？轻偏重，答案已经出来了。所以呀、啊，哎呀，你们啊，这个是最基本。好，简单的讲，这个叫轻症。轻症被西医搞了1-2年，用尽各种办法，有没有搞定？没有。所以我们刚刚放了很多说西医做不出来，那个真的很难处理。啊，这些我们都懒得放了，因为都轻症，什么带状疱疹啊，我连放都不想放。那西医是搞不定的、啊，
他们带状疱疹那个水泡，然后痛死了，他们说赔着啊，那个很难处理啊，那个小 case 啊。这个很容易处理的，那他一个痛就是你从他处下手，大概痛就可以解决了。那如果他还有状，那就姜粉嘛，姜粉泥嘛，把它涂一涂，不就解决了吗？就这么简单，这个西医也是搞不定。所以我说，到底西医能治什么病？你们现在帮我想想看。就是外伤，我还怀疑他，真的。如果尤其哦，他们的思维，我现在连他们的用词都蛮挑剔的。比如说，你看我们有伤口，我们是怎么处理的？我们就撒姜粉，直接撒，对吧？他们说这个不行啊，会感染啊，要消毒啊，然后又用什么酒精啊，什么双氧水啊，什么有没有？那个都是极寒呢，有时候越擦越腐烂呢。他们不知道，你看乳癌患者很多一直擦到都烂掉了，所以这个消毒是有问题的。什么是毒？他们每次看都是毒，然后要杀他的都是毒，比那个里面的毒还要毒，那怎么好得了呢？所以原来那个消毒概念是真的很有问题的。反正我小时候饼干掉下去地上我也吃，好像也没有什么事。他们现在是那个概念，我就是说，哇，我现在是不敢领教。那所以我越活越回去到最原始的生活，只要你体力好其实没啥事。那如果你体力不好，他们常常讲的败血症就是这样，你自体感染，其实不是自体感染，你想想看，他是整个热人都快没有了，身体不能运转了，那当然就会出现很多症状，但他们又说这是里面的细菌自体感染。哇，那你也没话讲，他们都是以细菌病毒来帮你解说。好，这我们就不再批判了。所以对于这些很多，我们是根本不杀他这些的，我们只是要让身体怎么样强壮起来，身体自然就会怎么样去帮你修复。就像《黄帝内经》讲的，正气足则邪不可干嘛，你抵抗力好，哪有邪的问题？别人都感冒了，那是因为他怎么样，邪之所受，其气必虚嘛，他自己没有抵抗力嘛，怪谁呀、啊、对吧？然后西医就说，哎，这个就是细菌病毒种种。以这样来讲，很多人得了细菌病毒，检查有了，但感冒症状却没有，我也遇过、啊、好，所以哈、哦，这些都是有，我对这些是有看法的。好，那这是题外话。你看到底西医人治什么病，连这个简单的刚刚这个轻偏重就是轻症也处理不来。那处理不来最主要就是因为他没有他处体相的概念，而热能不足有没有，也没有。所以对一些比较危险的病人，会死的病人，他们还是用寒凉药，那要救回来就更难。所以对体力虚弱者，你去找他真的蛮危险的一件事啊。所以为什么我说即便重因不能解症的时候，你还是要不能马上很轻易把患者推过去哦，因为如果他们也不行又用寒凉，那这个去可能就更有问题了。好，我们继续看下面。此类疾病适合以原始点医学处理，究其原理，原始点医学是从因治病，以症状作为诊疗对象。由于症状可感可见，故辨因施治三大诊疗方法，只需通过观察症状，就可从果推因，以研判病情，治疗疾病。其中辨病症体伤位置的诊疗方法，偏重于治疗疾病。辨病症轻重好坏的诊疗方法，偏重于研判病情。又此两者相较之下，前者通过按推原始痛点，使之疾病有不同的体伤位置，故对病症能做出更精准的治疗与诊断。
而这正是后者所欠缺的。前者不做病情轻重好坏的研判，而这正是后者的强项。由此可见，此两者各有优缺，可以互补。至于第三诊疗方法，则偏重于推断患处体伤所致症状的修复时间及治疗范畴，刚好可弥补前两者的不足，且相对于前两者，它又更偏重于治疗患处体伤所致之症状。直视之故，为了从果推因，以研判病情，治疗疾病，辨因施治不可能只用一种诊疗方法。比如辨病症体伤位置时，自然会辨病情轻重好坏，而且也会推断症状的修复时间及治疗范畴。同样，辨病症轻重好坏时，自然会推断症状的修复时间及治疗范畴，而且也会在按推时辨病症之体伤位置。所以辨因施治融合互用这三种诊疗方法，不仅可分辨病症之体伤位置及病情轻重好坏，还可推断症状的修复时间及治疗范畴，以决定按推原始痛点与使用外内热源的治疗原则，从而达到自我疗愈及保命增寿的目的。由于原始点医学是从因治病，以症状作为诊疗对象，因此对于西医之急性病，如感冒、食物中毒、药物过敏、毒物所伤、毒气所伤、烫伤、脑中风、癫痫、心肌梗塞、肠梗阻、急性肠胃炎、急性肾衰竭、胎死腹中。慢性病如糖尿病、高血压、白血病、淋巴癌、肺癌、类风湿性关节炎、帕金森氏症、梅杰综合症、小脑萎缩症、自闭症、植物人、渐冻人、红斑性狼疮、牛皮癣、异位性皮肤炎，不论被诊断为何种病因，分属轻症或重病，内科或外科，其处理方法都是一样的，即通过辨因施治三大诊疗方法，按推原始痛点，并用外内热源温之，以改善体伤及热能不足。好，念到这里，其实大家都看得懂吧？看懂举手，我看一下。哦，好了，不，虽然不是全部，但大部分人就可以了。但这里为什么要这样写？也就原始点，它三大诊疗体系下来，然后以后你们在面对西医的各种讲法，你们现在对于他们的慢性病也好，急性病也好，然后说这个病是难治易治，或是分属什么内科外科，你要不要管这些？通通不用管了，连听都不用听。所以当患者他有疾病来找你，然后拿了一大堆西医的报告来给你说，叫你帮他参考，你要不要参考？需不需要参考？你们太直接了，是确实是不需要参考。但是你跟患者讲，我不看，你死定了。我跟你讲，你要尊重患者的，要不然现在会搞得关系对立啊，他会骂你。如果你说哎呀这个都不要看，他会说你怎么看病这么没耐心，我好不容易拿了一大叠，收集了一大叠，他会骂你。所以要不要看？要了，要看了。拿来怎么看？常常患者问我，好，我帮你看，然后拿来就快速的翻完，然后翻完我马上跟他讲，这报告写的就是说你体伤跟热能不足，这样就好啦。他要的我也给啦，但是我要给他的我也说啦。
那继续我们的治疗方式，了解吧？所以要不要看？要看，要看。但要学会视而不见，你们会吧？好，我们继续看下来。如此处理不仅可治已病，还可治未病。换言之，若无病症，可从一条脊椎及七处部位找出原始痛点按推，并用外内热源温之，以达到治胃病的目的。若有病症，可从病症部位找出相对应之原始痛点按推，按推后若有改善，仍需配合外内热源温之，以达到解除他处体伤所致病症的目的。按推后若无改善，则此病症系属患处体伤所致，需通过重用外内热源，亦可按推患处，并配合适当运动、充分休息及良好心态，来改善热能不足，提升体力、自愈力，以达到间接疗愈患处体伤所致病症的目的。但如此处理若仍无效，甚至恶化，且病情严重紧急，则需考虑是否热源无法直达患处体伤。例如胃痛胀、食不下、腹泻、体力虚弱等，宜急用姜粉灌肠，一天可多次，直接温暖腹部器官，如此才能化险为夷。若仍无效甚至恶化，显然此病症已超出人体自我疗愈的范畴，非从因解症所能处理，需审慎评估从果处理是否有效，若有交由西医治疗，若否最好安于现状。再说人最终都不免一死，但若能避免侵入性治疗及寒凉性药食，在热能没有额外耗损的情形下，即使要走也可以走得很安详。相较之下，西医从果治病将仪器检查结果作为主要诊疗对象，反而治思一分。比如严重腹部病症，若被仪器检查出体内有异常形态、异常指数及组织受损，西医认为这三者皆为疾病本身，且都有可能是导致腹部病症的原因而需治疗。但原始点从变因的诊断角度深入分析，仪器检查出来的除组织受损属疾病之外，其余所有异常并非疾病本身，症的不适感、功能紊乱及体力虚弱，与状的组织受损故非疾病而属衰老，不可作为治疗对象。有仪器检查出来的是果而非因，不会直接导致腹部病症，若将其当成疾病之因，就会犯下导果为因而说疑症多因或果生果的错。再者，透过按推腹部病症相对应之原始痛点，若有改善，即可证明真正导致腹部病症的原因是他处体伤，而非异常形态及组织受损。若无改善，即可证明真正导致腹部病症的原因是患处体伤。对此，原始点并不排除异常形态及组织受损可能会造成患处体伤，再由患处体伤导致腹部疾病。不过从失智的治疗角度深入分析，因为异常形态及组织受损皆由体伤及热能不足所导致，所以严重腹部病症不论是由何者造成患处体伤，再由患处体伤所导致，
皆可用姜粉、姜粉泥或姜汤灌肠，直接温暖腹部器官，以改善热能不足，间接修复异常形态及组织受损所造成之患处体伤，从而达到快速解除腹部病症的目的。至于异常指数只是抽象的数据，根本不会造成体伤，与腹部病症无关。再者，西医并无他处体伤及热能不足的概念，无法利用仪器检查出疾病之因。故原始点从因治病，只需改善体伤及热能不足，不必再细究体内有无异常及组织受损。综上所述，原始点通过病因施治三大诊疗方法，就可从果推因，以研判病情，治疗疾病。在诊断上完全无需借助西医之任何检查，在治疗上亦不必处理体内的异常及组织受损。好，这里看得懂的举手，我看一下。因为这里应该看得懂，为什么我不解释？你知道，因为昨天在论果的时候，我是举怎么样，头部有没有头痛的例子，然后再来论述，然后这些西医检查出来的只有三种，哪三种？异常形态、异常指数，还有一个组织受损，有没有？那除了组织受损是属疾病之外，其余两者都不是疾病本身，也非疾病之因，有没有？这个已经讲得很清楚，所以我就不再讲。那组织受损原始点有没有办法处理？有没有？有，它跟体表组织受损的状处理方式是怎样一模一样，靠内外热源就能修复了。所以中医原始点没有体表跟体内之分，它吃进去或温敷进去通通能治疗。那好，所以我们也认为组织受损是疾病，但即便我们不知道，我们还是可以用我们的方法把它解决。昨天这个都讲过。那至于异常形态与异常指数，这些跟疾病都无关，只有一种状况，就是异常形态怎么样造成患处体伤，再由患处体伤导致病症，这个情形才需要治疗，还记得吧？好，我现在等于帮你们再复习一次。好，只有这种情况，那异常形态所导致的患处体伤，原始点怎么处理，可不可以处理？我们昨天举白内障为例，还记得吧？就直接清洗眼睛，热能够了，这些障碍也可以消除。同样腹部也是一样，它有什么障碍或是怎么样，你温敷了，哎，这些都可以改善，来解决它障碍造成患处体伤的问题，然后间接我们就可以解决疾病，所以这个也没有问题。我昨天举头痛也好，眼睛也好，今天举腹部，讲的都是同一件事。那原始点再反驳它几个理论，很简单。第一个，所有检查仪器检查出来的是什么？是果而非因，有没有？那你把它当作疾病之因，那就导果为因了嘛。这个就犯了这样的错。再来，它也不是疾病本身，除了组织受损，那些异常通通不是，所以当然根本也不需要治疗。所以高血压、糖尿病要不要治疗？当然不需要治疗，这已经昨天也讲得很清楚了，所以我就不再重复。那至于用原始点进一步再诊断就更厉害了，按推如果有效，那这些西医所有的检查都显得苍白无力，毫无意义可言，是不是这样？因为按了就有效了，就开关的问题，你不要扯那么一大堆了，这些所有的检查都已经没有什么意义了。
那如果按推没有效，就是我说的患处体相，那患处体相也是我们擅长，就重用内外热源也就可以解决了。所以最后的结论很简单，原始点需不需要仪器检查？不需要啊，根本症状就可感可见，就可以从果推因，以研判病情治疗疾病了。我为什么还要再等一讲难听一点，就再脱裤子放屁多一道手续呢？对不对？我以前就这样写的，被赖中文修掉。他说 我讲的太粗俗了。好，那组织受损呢，需不需要体内的组织受损，我们要不要在乎？不用啊，就照我们的处理方式就可以了。好，那组织受损我昨天也放过有几个案例，有没有脑出血还记得吧，骨折还有气胸，我再放一个给大家看，肌腱断裂，好不好？大腿韧带撕裂案例。2018年8月底，文哥在网球比赛中不慎拉伤大腿，当场倒地，送急诊，经医院 X 光检测，证实为右大腿韧带撕裂，需动手术接回韧带。文哥腿痛难耐，坐姿稍有移动便痛入心坎，且右腿乏力，需拄拐杖。西医开止痛药及两个月的暂时伤残病假单。腿痛日夜折腾，日常生活需家人协助，排期半年后才可动手术，绝望无助。经朋友介绍，9月20日到多伦多推广点，经志工按推臀部原始点后马上能走动，可见其疼痛属他处体伤所致，与韧带撕裂无关。从受伤3周后没法正常走路，原始点处理约10分钟后不用拐杖却可正常行走，而且痛感减轻50%，令他信心大增。疼痛减轻，文哥更乐意配合志工为他所定下的方案，彻底改变生活作息。一，每天上官网看讲座学习理论。二，全日饮用姜汤，每隔20至30分钟喝。三，忌寒凉食物，烟酒全停。四，三餐定时，菜肴温热。五，日间臀部做暖垫，晚上睡电毯，全日温敷约16个小时。六，每天做平甩功运动。七，太太每天协助按推臀部2回。2周后即可爬楼梯跨2级。第3周已可跨3级，每天3回，每回15分钟。第4周右腿完全恢复正常，已可正常上班。前后约1个月，行动及体力已完全恢复正常。前后比对，处理前，处理10分钟后。后续追踪，第5周文哥合格通过原始点理论考试。现在每天仍坚持爬楼梯来做日常保健。好，所以这一段一路念下来，昨天因为都有讲了，所以今天就简单的这样放过来。